么？干什么？啊！你想干什么？你只要乖乖的听话，不会有事。你们到底想干什么？我想要个孩子。你走啊，尽管走，走出这个门口，秦川的尸体就会在你面前。小春，啊，你怎么还没出宫啊？再晚一点就……秦川，你没事吧？没事啊。没事就好，我先走了。啊，小春，秦川，梁妃娘娘见你。明天才调过去，今晚就要见我，不会为了八阿哥的事想对付我吧？啊，天哪！怎么那么倒霉啊，老是碰上这些恐怖的人。跟我来吧。哦，秦川，你来了。嗯，梁妃娘娘吉祥，八阿哥吉祥。这位是蒙古科尔沁阿善亲王的女儿宁香格格。格格吉祥。今天本宫特意安排八阿哥跟宁香格格会面，怕承乾宫的人事后不周，特意请秦川姑娘过来帮忙。秦川姑娘不会介意吧？看来是个鸿门宴。没关系，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，我才不怕呢。娘娘，您言重了，奴婢明日就调到承乾宫来了，所以娘娘有什么吩咐，秦川都会尽力的。那好啊，帮八阿哥和宁香格格倒酒。额娘，这怎么行？你别看这宁香格格是蒙古马背上长大的，她的刺绣、女工、琴棋书画都不错。格格，给我们弹奏一曲如何？是，嗯。Thank you.
哎呀，此曲只应天上有，人间哪得几回闻？本宫找媳妇呀，就是要找这样的。来坐。如果连一首曲子都不会弹，怎么做八阿哥的嫡福晋呢？你说是不是啊，晴川姑娘？晴川也会弹琴啊，晴川弹得好极了。不是、啊。来，晴川，弹给额娘听。啊，不要。弹一首，让额娘听听。哎，来。我说你行，你就行。来，坐下。啊。哦。今夕何夕夕，千舟逐洪流。今夕何夕夕，得与望子同舟。梦休悲好兮，不自苟持。好啊，晴川。晴川姑娘果然是色艺双绝，令人感叹呐、啊！这一曲就当是贺八阿哥和宁香格格的指婚之喜吧。指婚，本宫已经跟皇上说过了，皇上也觉得不错。娘娘，我是不会嫁到宫里来的。这太荒谬了，我怎么一点都不知道？咱们满蒙联姻是老祖宗留下来的规矩，对朝廷、对社稷都有帮助。额娘为了你好，你不需要知道。什么狗屁规矩？什么朝廷社稷？我不想把我的婚姻跟这些事情扯在一块儿，我要跟我喜欢的人生活在一起。我也是。天啊，这两个人的口气出奇的一致，都要单纯的婚姻，不想跟江山社稷扯上关系，这是不是表示他们两个已经有默契了？你这是什么态度？坐下。来人，八阿哥，拦住他！谁敢拦我？怎么是你啊？